那我们要使文跟慧兼修，就是听闻跟智慧你要一并合起来，然后一观双举，就是他道理明白，那你在观照的时候两个要同时运作。你说我在观察，我在观察这个人，我是带着我的情绪跟我挑剔的角度在观察这个人，那这个观叫什么观？给人家恶魔化落罪而已啊。那如果说你的道理跟观察双举两个同时，你才能够懂得实相嘛，你也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华严经里面讲啊，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分钱，偏闻之师也。就好像穷人呢，一天到晚数别人的宝，哦，伊足有钱，哦，伊那衫有够水，我生做足庄严的，自无半分钱，你自己没有资粮，这个就是偏闻之师，有些时候只偏重在听闻的一小部分，那不修。那如果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偏观之师也，有些人呢还没有全盘的得悟，也没有证得，那以为自己这样都是全部啊，以为自己了解的佛不过是如此，这个是偏观之师也。其实绕在自己的这一点点小小的体，就是体悟啦，那这也没有全面观，有的事情懂，有的事情根本都不懂。那我们呢要了解，如果说修行里面呢，视听持散如风中灯照悟不了，如果你是听然后你看，可是很松懈的，你都没有把它做一些消化吸收，没有串联，就好像风，大风在吹，那你有东西要看这个雾，可是这个雾在飘荡，你也没有办法看得明白。所以学佛呢，他要你真的闻，还要思，还要修，你要实用它。第三轮讲的当然就是你要实用的勉励的语词嘛，啊，你要真的这样修啊，真的这样修成佛有望啊。那有些人呢，学佛怪怪的，但贵而入口出都不至心，自是凌人增见长非，把任自伤，解千恶道，尤其不习观也。有的人是这样啊，他会听，然后嘴巴也会说，可是他的心他没有修，这个我们碰过。他也听哦，也读哦，然后很会讲哦，人家一来他很会接引，可是他的心呢没有去调伏。那如果碰到了一些冲突的时候，就会增加自己的知见，长养自己的是非心，就啊这件事啊怎么样，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并不是真理啊，实相，把任自伤，解千恶道，其实这个就是拿了一把刀伤了自己，最后还是入恶道，因为你没有观察自己。这个就是有时候一把无明火烧进功德里，很多修行不稳定，就不至心，就觉得啊，我知道啦，他怎样啦，就没有回来看自己。重点不是你知道，你知道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人家也知道。他怎样，他怎样也不是有关系的，重点是你心里怎样了，对不对？有些人就很喜欢去做一些对人事物的一个评估，然后自己其实并没有回来消化自己内心，所以就变成你有最高的智能在指挥的世界，可是世界并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你呢也好累，说的
是一回事，语词再漂亮都没有用。如果你的心没有达到这样的宁静，那个虚晃一招。那接下来呢，这个大德他又谈到，若观心人为即心而是已，则君佛都不寻经论堕增上慢。他说有的人呢就听了这一句啊，即心即佛啊，那我们呢这个大家都有跟佛一样的佛性，所以啊这个本自具足啊，天生佛，所以没什么修不修啊，啊，就像这种情形呢，其实不再听经闻法，也不了解这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个会堕入增上慢的啊。就像有的人说一切是空啊，那何必做事？那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要圆满它，还空不掉。所以这就是在经论上面没有去谈啊，也不了解所谓理跟事它是一体的，在理上是清净不执着，在事上在缘起的时候你必须去圆满它，这才是无我啊，随顺。他说如果啊只是在讲啊即心即佛，那这样子这个人呢啊，此则暴具自烧，行千恶道，犹不习闻也。也就是就好像抱着火炬，自己会被自己烧死了，最后呢还是堕落到恶道去，因为他不愿意听闻，这是很 TK 的啦，啊，知见很坚固。那接下来他又有提到，若欲免贫穷，则当三观。如果我们要免除我们的贫穷，那必须三观。当然这三观跟贫穷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贫穷的话，你要看哪部分的贫穷啊？物质、金钱跟精神，这是世间理念的缺乏，那么你就要必须知道这一切是因缘法。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所谓果报的问题啊，这是果报体嘛，那依报正报。那如果说你是所谓智慧上的缺乏，这是法身慧命上面的，那这种内心的空茫啊，这个真的是要勤修三观啊。那如果你不内心来了解所有一切的万法，你根本就没有法财，就没有法财啊。那如果你没有法财，你在生命一定会陷入所谓世间现象嘛。那世间现象什么叫做满足？那还是永远有一个空茫的点。那这个地方的贫穷，如果说你以世间的物质来讲，其实也要知道这物质的金钱的东西啊，五家共有啊。如果精神的问题啊，就是情感上面的，你要知道这个缘起缘灭，就是也是因缘和合的关系法。那知道一切是空啊，幻有啊，最后呢要有中道实相。欲免上慢，当闻六极世间相常住理极也。那如果有的人会增上慢呢，就在修行里面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体悟啊，这是一定会有的啊。那这要通过啊，有些时候会对于世间呢有一些自我的解释。那这在法华里面，法华经里面就讲到啊，这个世间相常住，也就是我们这个清净真如是依于我们已经有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当你有这个人存在，本身也就在物质的世界结构中。所以这个物质结构的真正的意义也就谈到清净真如常住。所以当真如常住，相对而言啊，这个世间的现象，其实现象现前的时候，他就讲的是一个清净法。所以世间相常住啊，这个是必须有很深很深的佛法的那种连贯之后你才会懂得的。那这个大德讲到啊，那我们就应该了解六极。那这个理论六极的啊，这个理论是天台智者大师，他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要达到成佛当中
它会有六个阶段。那这些阶段呢，都是我们要了解会发生的。那这些慢慢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才不会以为是答案，然后要懂得如何继续向前。那所有过去的诸佛，我们都会听到这个佛的名号。当听到有一句佛，其实这是名字。那佛有说啊，众生跟佛都一样，有这个清净的觉性、佛性。那这个是理即佛啊，这是理即，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又谈到佛的时候，它就有个落差了。佛是完成，那我们是凡夫，所以听到一句凡夫众生或佛，这个时候就知道从相同而开出不同的答案，从相同的基础而最后呢，以它完成的过程而言，有的是完成的，有的是还没的，所以用基础的体而开出它不同的相，那这个使用上那就大大的不同了。那如果深信随喜，观行即也。如果说我们能深信佛所说的宇宙人生的道理，那这些因缘果啊，这些心念的启动啊，办法上面的止观啊，等等这些，我们随喜，深深的清净相信它，而随喜呢，也来作为自我修持，那这个就叫观行即。那如果观行即呢，你慢慢的修行自然就六根能清净。那六根清净啊，看似好像是圣人呢，其实是相似即，这是相似而已。说六根清净，这是针对于当下。那我们常常就讲啊，修行在当下，其实修行它要处理的是全部，但是第一个着手的地方一定是当下。那当下清净，当下清净是从你了解开始之后，不再堆砌累积这些种子，但是这些种子呢，在那个阿赖耶识当中，它会现前的，会起现前。所以修行人呢，如果能保持六根清净，它一定是戒跟定有相当的这种修为。那至于会上面呢，对于现前不难处理的事情，它也一定有相当的能力，但是呢，对于他人跟宇宙人生真理的这个部分，那就不尽然有了啊。所以六根清净是相似即，好似在这上面也不再有什么大的造作，那也没有什么烦恼。但是这个道理有没有完全现前，其实还没有。接下来就讲到安住实质中奔正即也。那对于所有一切能够有真实的正知见，那也有一分一分的智慧，会正德，这个叫分正即。那到最后就是佛与佛才能够完成究竟实相，叫究竟即。那这个是简单的谈到，这是在《法华玄义》开始的时候，主要讲的几个重点。那我们如果正信外闻，无复上慢，也就是我们有如果有对佛法有清净的正知见、正信啊，那对外面呢、啊，这所有一切啊，能够厘清啊，所谓的智慧就是抉择真理的能力呢、啊。讲简单一点呢、啊，就是你有抉择真理的能力，但是它却不是分别之见。那这些是无相的，而且他内心不会有动荡，明明白白。而至于做法上面呢，限于外的，就是能否利他，也就是自受用以外，能不能也被他受用。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有正知见，多闻，而思维也证明他，这慢慢一步一步走来，你就不会有增上慢，就会知道好多好多的路径，有好多好多的内容要学习要开发。所以眼慧明闻具足利益，所以这个要有清净的法眼，那我们也要有
般若智慧，那我们一切明白，这所有一切从开始听经闻法开始，那这些呢都能够最后达到这种无上正等正觉。如果你照着这样修，那听闻这些佛法其实它是个指标，那就是告诉我们带引我们的这个讯息。那同学在修行上面一定要拿捏好自己的根器，自己的办法，在听闻佛法之后应该要做些许的整理。那有些时候听一听会有一些参差啦，就是自己这边跟自己的那边拿起来柔和，那这些情形其实不尽然是厘清的。有些时候用这个想法去支持自己的决定，有些时候用这一句佛法去支持自己现在的这种决意，那这些其实都没有对佛法有贯穿。如果说今天你随便举个例，你在职场上或是社会现象上都有内心的一些解读，那你在职场上有你的身份、你的职责、你工作的态度、那你工作的能力、最后的答案，这些的考绩，那这些考绩呢，你自然有你一番的解释。但如果说今天再换另外一个场次，那就是社会现象，你可能对于大环境里面的差异，那政治上面的变化，那人心上面的价值观，那这些以整体这上面再来比对于自己在职场上面点点滴的这个看法，这些是不是可以等同清净的佛法一并消融它？可以吗？有的人可以对于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不起念头，那像这些你如何把这个回归佛法呢？你如何把这些回归佛法与自己有关的跟在世界的某一区发生的，能不能平等的回归佛法呢？那自己在这上面跟自己的职场上能不能回归佛法呢？能不能普遍的一贯的平等的在这上面都有智慧而如如不动呢？那这上面都是修行里面可以再在处处检核的点，而不尽然只对于社会的现象，那对于自己精神层次呢，法门的掌握，次第上修行的境界的提升，那这些对于一重一重关系法看得透彻，那或是只是绑在自己心中的不动念，这个也是修行它呈现的不同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佛法拿来简易化，针对于一些纷扰的思想的人而言，就回到一个原点，这个起心动念这个是不必要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傻瓜一个就是对，那这个上面其实是有偏差，知道意思？所以我们对于念念当中的一些攀缘，想要通通放下的时候，会使用一些办法去做切割，去做厘清，这些是过程。但真正你到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跟看到1000年前，或是甚至于2000年、5000年前历史的记载，这上面回归到佛法里面，它还是不变异的。那你在这上面的体会，并不会产生所谓慨叹。很多人对于所谓历史沿革啊，哈、哦，那这些人心不古啊，社会动荡啊，这些会有产生极大极大的思想上的那种慨叹。那这些慨叹，都是存在于每个人。如果一个修行者，他这些没有办法，把它通通回归于无上甚深含义的话，这个还是属于局部的自我思想，像这样子都是修行不到家。
所以呢，这个就是修行常会有的盲点。所以有的人他会回到一个点，就是不起动这些思索的东西，然后也不起心动念，所以会让自己摆在一个非常非常清净的空间里。那这种情形，其实你等于古人活在现在，那你也可能不是真的把你的生命真正的发挥了你的作用力。那如果是在修行，暂时的过程是允许的，但它不是永远的样子。好，谈到这些啊之后，我们就来了解啊，我们常常说要从体性上去修。同学知道什么叫从体性上去修吗？有的已经知道了，从体性上去修，也就是不管你在看什么事情，你要直指，你要直接的啊，不是直指人心啦，你还不要搞啦啊，就是直接就是看到自己这个在染跟净的背后，其实那个真实的清净觉性它不动，而且它能力各方面都饱足的。那这个还是举这个照相机的概念来给同学做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觉性就像照相机的功用。这个照相机呢，它所有一切都可照，在缘起面对到的时候，所有它都如实的记录。觉性的功用其实就是照相机的功能。那照相机它可以照出一坨大便，它也可以照出一碗冰淇淋。当然呢，它也可以照出一个温馨的画面，还有一个是悲惨的灾难。那这些呢，当这个照相机的功能，它在这样环顾所有缘起现象中，它所摄影出来的东西，对照相机本身有没有差？对照相机本身一点差都没有。你的觉性就是那个照相机的功能。所以从体性上来修，就是你必须看到所有一切皆平等。所有一切呢，这些东西它是没有是非的。你的觉性就是这个照相机的功能。那我们人之所以讲到无明，就是在讲到你这个功能所展现出来摄影到的所有一切，你在这上面会有一些分别产生，跟自己结构起来。那与自己有关的马上结构放进来，这张我要储存，我喜欢，这是一碗冰淇淋，这是一张非常有纪念价值的画面，那这是我所喜欢的，或是我的眷属，我的物。当这些喜欢，自然就会有一些不喜欢，当然中间还有就是不好不坏，不喜不忧的。那这些的中间值的还可以推向无际。那当你习惯于这样的储存，你忘记你的功能，你忘记你平等无是非的功能，你就会使用你这个觉性去搜索你爱的东西。所以你会在很多东西它会有一个快速的闪过，因为那不是我要的，所以你会忽略它。有一些自己所想要的答案的画面，想要储存它的，你会停留，多多去把握它，这就是住。而刚刚的就是一种忽略，它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在这里面起作用。所以当你对于所有储存的东西，你会做一个分野，我喜欢就归档，我不喜欢就放在旁边。那不喜欢的很明确，喜欢的也很明确。那生命里面越累积越多，累积很多的喜欢，也累积了很多的不喜欢。那我们讲从体性上去修，意思是说这些喜欢跟不喜欢它不是你本来的东西，
它都不是你本来的东西，它在因缘里面。但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执着它不放，你也不进来圆满它。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暂时给它割下，或是说你因为你厌，就是讨厌它，弃离，弃离的现情形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喜欢跟这个没有圆满，它还是存在的。那像这些情形，在讲从体性上修的话，并不是要你，不是要你先去满足或是补足那个你该完成的部分，而是先通通把它平等化。也就是你喜欢的跟不喜欢的，这个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染净的这一切重新定义它，知道我的觉性可以遍布所有的一切去觉。那这些东西是出来的答案。啊，这些答案是我成立的万法。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我贪嗔痴慢疑等等的这些，那都是心所。所以这些东西的属性，厘清它，厘清它，它是不需要这样储存的。这些储存在你的生命就成为很重很重的包袱。所以这些东西通通给它归属到这些缘起缘灭。该消化，该化无，该怎么样？不要跟我连结，让自己从这个上面不再受这样的束缚。这是意思是说体性上修，这样听懂？那体性上修状态，你会产生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这一切曾经的关系，可是不重要了。那要细读它，这些是不是我该圆满的、不圆满的、我欠缺的什么？下一步再来，你先把这些跟我的关系先拆解、解离掉。那这个解离掉会，好轻松。这个清净啊，自己的这个清净的本体啊，这个清净原来的这个功用就不在上面有任何的残留，这个就是从体性上去，这样听懂了？那以后这样会不会用？会，不能说 Q 啊，这是被冲啥啊？有功呢，对不对？那任何的记录档案这些，暂时都先跟你的这个关系法，跟你内心的这些定义，暂时都先放掉。这个就是从体性上修，当你这样好轻松，就见空性。这是从体修，一定见空性，不是从相修，也不是从用修。这是第一个动作。那我们对于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法啊，那对于世界所有点点滴滴的看法、想法，你呈现的反应，我讲到这个反应，跟你呈现。你的样子，你的样貌啊，这些东西我们再来谈到这个相大啊，这个相大为什么我们用相大？当讲到这个相的时候，就是在讲到它是有相，它是有相的，也就是你在未安住于清净本体当中所呈现的样子都是有相的。那这个相呢，当然就是着有现了这个相，你才会有这么多的东西。那这个我们在讲说，如果清净的本体，它就等于相大，因为清净的本体来作用到所有的全部里面，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由清净本体去展现作用的时候，它呈现的就叫相。但我们把体相用三个分开来解释的时候，就表达其实现在就要处理你那些资料库。好，现在来处理资料库咯。处理资料库，你会发现你的资料库退回去，你这个资料库从哪里来？是从照相机来。是从照相机。所以啊，当这个资料库呈现的时候，就表示一个因缘现前。它就是缘起。当这个资料库储存，它是缘起的状态，那缘起呢，你也参与在里面，
所以做了资料的储存。而这个资料呢，并不全然，并不全面，并不是全面的。所以你呈现的就是众生相。那这个相呢，在你心中储存的，当然我们有谈过，储存资料有非常多的不同办法。你以储存文字，你以储存情感，你以储存你的喜好，你以储存什么来作为一种有形的跟无形的储存，都是叫储存。用相来储存，就色法来储存，或用非相来储存，那就是用法来储存。那像这些呢，我们所呈现的众生相的背后，当你在整理这些资料库的时候，你会发现资料库退回去会去看到我们的体。那真正的体你把握了，你才发现这些资料库它都呈现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你的作用全在，你的作用是在的。当你的这些作用在，你会发现这些资料库的背后它连接着无限的契机。它无限的契机退回到功用而言，它是不是从这个功用而现象，从这个相而言就表达了因缘法，从因缘法又解释着清净而你未完圆满的那一块，所以才会有相的留存呢。当这些相的留存呢，你会发现当你看懂它的关系法是从清净本体而现象，而相里面还有未处理完的所有东西，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你该圆满或是你多余的部分。那这些呢，就是具足无边性功德。所谓这个具足，就是在讲没有完成。所以佛法里面你就要了解，他都在讲啊，本来具足，本来具足。他跟你讲本来具足，就是跟你讲退回去你会看到本来具足，但你现在是不圆满的。那不圆满的你懂了，你就发现如来藏。这个藏，我们讲宝库、宝藏都是涵盖在内。另外倒着讲，就藏如来。所有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没有圆满的，都藏着如来的实质跟清净在里面。那如何你从任何一个相的背后去开发出那个完整。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懂得我的能力不变，所以我现在呈现的是一介凡夫。那我这个心就现前的介耳一心，那这个心呢没有完整，所以叫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背后就有很多很多我应该了解跟开发的东西。那如果这个开发出来就叫法身，这个没有开发就叫如来藏。所以任何的相的背后，任何法的背后，只要你戒耳一心能够读得懂它，不管它是染或是什么相状，是不是就是由你的这个照相机照出来的东西放在这里，这样。那你照相机照出来的东西放在这里的状态之下，你没有放下它，就表示你隐在内，就是隐，你的法身没现前，就叫如来藏；法身显扬出来，就叫德正菩提，叫德正法身。所以以相而言，以相而言，我们就会在讲你既呈现的任何的存在的相。当你听到佛法里面具足无量无边性功德相，就是在讲你并没有完成，你内涵当下还没有完成，所以会讲具足。当你已经显扬佛性显扬之后，就叫法身，而不谈具足不具足，这样子。好，好，那这个相大现在只能略提啦。现在就是说
修行里面啊，我们一般修行因为没有办法去知道体，所以都是从相修，是不是？所以相修里面它就是有惭愧，它有察觉关系法，它就直接用关系法，你就是顶四堂欠伊，不是你欠伊，不是你这个贪贪嗔痴，然后你欠他，他欠你啊，这个是非嘛，因缘嘛，各有所想嘛。从这个上面来修，就是依相而修。那你如果回到体，用体去修，这个一下就完成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都是我的照相机照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你要很有勇气，你要非常的有勇气，知道这真的是虚幻。也不用再谈是他贪还是我贪，也不用再谈谁的道理，当时他的言辞跟他坚持的甚至合约是什么道理，因为那些本来就是一张照相机照出来跟另外一张重叠的影像烧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应该回到体去修，直接那个体性，直接那个体，那这些过程这些东西你必须具备有这样的抉择力，修行这一点勇气跟抉择是自发的。如果你这个勇气跟抉择是没有的，你会被相而拉着在那边看着你的照相本。那照相本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种子事，就是你种子里面的东西。那你种子怎么破？就是要从体修无漏。体修无漏，你法门是用着的，法门里面有一个止跟一个观，止不了才用观，但是观最后都要回归到空。你如果观因缘，观来观去，嘛是相丢相丢你啊，啊不咯，那叫随机色彩一安尼，对不对？所以呢，以佛法里面呢，真正讲体大，从体修这个。是要你到很深你才会啦。佛如果一直讲体修，佛法大概照了了，没人也要修。所以他一定有忏悔法门。大德也是这样给啊。你有忏悔法门，你要回思，你要怎么样，你要放空，最后你接受。他是要次第性接受。但是从体修的话，他不是接受不接受，他必须指认。你指认，这是种子啊。你这是种子，你再拿那个种子里面的东西来反刍，自己来补，那是生的熟的，那是公的。这是一个习性问题。当有雷同的时候，他就马上运，这就是运嘛，是运，是运，他就马上给他纠结起来，做了一个连结的思维，然后历史就会重演，情绪重现嘛。像这种就叫业障，这种子是里面的，你障碍自己咯。那事实上你这个就是法门不够真切，你法门不够真切，也就是说你让你的心它有一个空档，那法门在用，法门在用，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用到见空性之后，这个法门才可以绽放，才可以暂时放下来。如果你法门里面没有这样硬加工用行去见到空性，中间还没有见空性，中间就是浮啊，调伏的伏而已啊，就是伏。那你呢，就是其实是差你法门的那个用功的力量有散。在真正从体性上修的人，他必须有一个基础点是一起敬凶狼，他有持戒，他知道戒的深层意义。如果他不知道戒的深层意义啊，这个体啊，就啊，这个都没惯了，台狼嘛贵啊。这些东西啊，暂时好像可以摆一边，也当然啦，屠夫也可以立地成佛啊，这是在讲这个体当中的清净现前。但是之后他的这种子事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好，我们再讲你体破了那个相之后，再回来修那个相啊，啊那个事他就不会再情绪，你这个从体修OK, 完成之后，你的所有的事，它就是把那个情绪啊，是非的东西，就像那个有一个硬的杂质，那个壳会剥开。啊，剥开你只会
如实的反映当时的来来去去，就是凡夫，对，凡夫。你要指认自己在这上面，自己一个凡夫，然后再跟凡夫争论这些，最后自己这个凡夫还来咀嚼另外一个凡夫的口水，又没有意思嘛。所以修行里面，他如果说好，你体得体证这个空性之后，他会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你就是如法如律的生活，所有一切其他的那个习气一定要硬是要切掉。如果是以凡夫的话，那凡夫的体是什么体？无明为体啊。那的相呢？杂染万象，造作相。那用呢？轮回之大用，具象轮回。那经论里面讲这个不叫用，他不用这样来解释用，那只是说我们的用途。但是真正清净的这个用不是这样的。那先介绍说，如果我们错误的话，这个心呢，以有一念当中的杂染而在用。他说，如以金作秽物，利刀割泥，无上宝珠而作弹丸，不明用大。他说，就像金，那你去做不干净的器皿，何谓不干净？你可能有一只掏粪便的瓢子，精致的，就像现在有人不是金打造的马桶吗？对不对？其实金是不会有损坏，可是你拿来这样的使用，它不是叫好好的大用。另外呢，利刀割泥，就像很利的刀子去割泥巴，那泥巴马上又粘合在一起。那是没有发生真正有什么样的功能可言啊！无上宝珠而作弹丸，就很好很好的宝珠，然后拿来当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作用的弹丸，这个不叫大用啊！这是在指凡夫。人天有漏因果，虽益此心之用，如以摩尼锦帽一时，不明用大。那有些人呢，他在这个清净的觉性，他不拿来正确的使用，而他是要想要追求人的福报、天的果报，那这些是有漏的因果。你看得懂因果，然后追求了一个想要的果，你看得懂因跟果，就是过去的因果为参考值，而现在来创造你想要的一个果，其实。把这个果作为因呢，它是导果为因，把这个果的答案放在心中，想要来做满足这个果的路径，这叫导果为因。那如果导果为因是意思说非常的可惜，你就用这个摩尼珠去换得一时一衣，就换一件衣服或者一餐饭，这不明用大，因为你要的那个果是人天报，它这个是基础于人天报而言啊。那如果说我们懂啊，正得无上正等正觉，学佛要菩提心为因，但这菩提心是无相的。你如果是用有相的菩提心，这个很相似。那个果，那个佛的果，是用想象的，那就不对了啊。那。再来他还有介绍，二乘无漏因果，虽益此心之用，如空手言拂弹金，不生习力，不明用大。他讲到二乘呢，二乘是有修这个解脱，所以有无漏的因果，这是也是用这个心好好的在修行，没有错，但是呢它不产生真实的作用，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段时空。刚刚讲到你从体性上去修，你体性上去修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一切你很有勇气的，很有勇气的指认它。那指认它之后，你会安住于你的戒法当中，让你在这个上面先一并不要去细读资料库。这个时候如空手言拂弹金，也就是它不发生真正觉性的利他的作用，或是在所有一切更好，
每个因缘去圆满，那不生习力，它没有产生利息，就是没有产生作用的意思啊，这样是不叫用大，是大德有论述啦，都是偶益大师还论述的。那他说呢，全程菩萨五通因果，虽有自利利他之用，如以阎浮檀金而作商贾贸易，未能统御自在，亦不明用大。也就是全程菩萨，别叫菩萨，这菩萨呢，他知道，他知道修行要自利利他，他也证得的空性，那他有这个自利利他的真实的这个在作用啊，那这是因为他知道要成就佛果必须行菩萨道，他这个菩萨道是有概念而来的，他不是完完全全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跟菩提心为基础而自发的，学习的过程一定会有这种，我们不去做不行，我们要做菩萨，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这不可以这样哄我，这样没自卑，是不是会这样自己这样念头，这个就叫全教菩萨。那如果是原教菩萨的，看到这背起来就去做，没中的这样洗洗念这样知道吗？那个就是还要有理由嘛，你必须找一个理由支持自己往前走，要不然你没有动能，很多人就这样。那这个过程也是很可喜的啦，总就是因为你原来是罗汉，你现在总是知道自己不对嘛，空手阎浮檀金嘛，那你现在知道也是要给它作用嘛，好啦，用这个阎浮檀金来是做商贾贸易，就是做一些应该做的，给它发展出作用嘛，那这个是 OK 的，这是过程不是答案，但是你没有办法统御自在，你不会所有一切都自在，也不会所有一切都平等，你会选择性的，我感觉哦，这事情真的需要我哦，天不是我是菩萨呢，就是菩萨在坐顶头不可以在下面，这个有些时候就会有疲倦的感觉，这种就会有一些，要不就太累了，要不就太不爱惜自己了，要不就是众生欺负我了，要不就是我没有适当的使用，这样知道意思啊？这就是全教菩萨，他会有一些想法自利利他，确实也这样产生去做，但是总是不能够普遍，也不能够自在，那这个慢慢就会越开发，然后越平等，那越自在。又谈到有的呢是悉心集果，如以阎浮檀金作王宝冠，未能拔宅飞升，亦不明用大。就是说有的人呢，其实他发心，他出发心方向跟那个意愿是对的，就是他要毕竟成佛，上求下化，就好像用阎浮檀金来做一个宝冠，王头上的这个宝冠，但是他没有实质去实践它，所以不能够拔宅飞升，也就是不能超越他自己的三界火宅，他不能跳脱过去，所以只有发心，不能叫用大。很多人在了解说发心啊，这个发心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发心没有去完成，那还是叫发心啊，对不对？所以佛他是实践的，菩萨是学着去实践的。那次第上来讲，就从观自己的一念，就是现前的这一念心，那对于根尘上面如何剥落，从体性上去修，而到自己清净了，六根清净之后，再从自他这一点点一点点去圆满，一直到无量无边，所有的一切因缘都没有遗漏，那这当然就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搞不懂佛典里面讲的，在讲正悟，然后讲
证得清净法身，或甚至是一世成佛、三世成佛、三道二生七劫成佛，其实他这个都叫成佛。证得清净佛性，都是在讲你从体相上去修，而你清净现前，是不是看到觉性佛性？那这个需要的时间不用很长，但这个与他人是无关的。那如果它产生了作用之后，就与他人有关了。那所以这是一世可成佛的，在讲证得速法身，证得速法身是一世可成。所以有人标榜一世成佛，这样知道吗？就是在讲这个，你只要好好的使用办法，好好的在佛所教的这些办法里面择一而用，那你好好的收摄自己的这